各位好朋友，接下来这位来宾非常非常的有爱心，他希望我们韩国瑜韩总统要做一个无私、无我、无力的总统。各位，我们欢迎爱心卖菜阿嬷陈淑君阿嬷。乡亲父老，大家眼睛要睁大一点，我们要选一个能为我们做事的领导人，我们要选一个能为台湾这一块土地的老百姓、人民、下一代想的人，安尼咱就选对人，爱选对一个会当为咱台湾这块土地来做一个领导人，哦。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兴旺，你说对不对？二号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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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动算，民进动算，民进动算。好，我们帮陈淑君阿嬷加油好吗？陈淑君，陈淑君，陈淑君，希望陈淑君的爱心也能够感染我们台湾社会，让台湾是一个更有爱心的地方，让韩国瑜执政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更有爱心的地方。好，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足歹势呢，我是一个无读册、路边摊的生理人。啊，今仔日我徛伫遮吼，我讲唔对哦，啊，恁唔好见怪呢。因为咱爱选好一个会当为着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百姓的一代来设想的领导人，安尼咱的百姓人民的一代生活才会较好过，咱的国家才会兴旺。你讲对唔对？民进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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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动算。谢谢。韩国瑜就是民进呐，韩国瑜就是民进，国民党动算，国民党动算，民进动算。哎，啊，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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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算，韩国瑜，你好棒！阿嬷加油！我们谢谢阿嬷。我们帮阿嬷加油！感谢，谢谢，感谢，感谢阿嬷，祝福阿嬷，各位乡亲，
各位士大，咱各位伟大的台湾人，如果咱每一个台湾人拢像四柱阿嬷安尼，今仔咱的社会就会祥和努力点点。